哎呀，小餐道的奢侈品是久仰大名，可惜今天阴天多云，想给差评。本来看了他的宣传图，想来不会买嘛，结果老天爷不给面子，行程已经不能改了。其实亮点不止一个，浴室的设计才是大牌，走路八分就能来到，听我细细道来。是的，你的眼睛没有欺骗你，它确实没有大门，开门回家拉开窗帘视野不错，大半夜的吓人。房子双层结构，一层会客节奏，右边收纳前边接客，占地11以后。别笑它的窗户透，坐下一看还真是那么回事，说这设计不安全，有安保了别挑刺儿。休息的地方永远都是偏旁，厨房也偏旁，灯光也偏旁，马桶不是独立位置，尴尬设普先房，徒弟洗面台简单无趣，让人想跪。透明大浴室设计高级，热门顶配，请自行领会。流的不是水，是你经费，这样清配不是金贵，挖孔喷水口帮你清背。